欢迎收看 Web TV 网罗大明星，我是王洪恩，我是罗文玉。今天车智力是一个新人哎，你认识他吗？我知道啊，他之前比那个星光大道嘛。对啊，他在去年啊，然后得到冠军第一名。啊，刚好这边，好，到了靠边停。到了靠边停吗 ？OK， 好。欢迎，哇，车智力，是 Uber 吗？真的，你有看过这么？你有坐过这么厉害的 Uber 吗？哎、欸，这很大牌的 Uber 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好，来，车子，各位，哇塞，我知道，因为选秀歌手嘛，对，之前有一个叫关喆的一首歌，哦，想你的夜，想你的夜，想你的夜，好不好？我看一下这个 key， 这应该是你的歌了啦，好，好不好？对，想你的夜，多希望你能在我身。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给我改变？哦，想你的夜，夜，求你让我再爱一遍，让爱再回到原点。换我换文，想你的夜，是这样吗？哇，不错，做得好轻松哦。对，那我觉得新人我们一定要考一下，我们今天一定要考一下他。你下去找素人，要你找路人，借300块。如果今天呢，车智力能够在下面，不管他有没有借到300块啦，我觉得都应该让他打歌。但如果他能够借到300块的话，他帮你买100张专辑。好，他出钱 ，OK。好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很刺激耶、欸！哎、欸，我可能我都不敢、欸。我们就从这边真的。如果以你的话，你可能比较容易借到。我很容易啊，因为大家会以为我是动力火车。好，100张哦，哈，约定了哦。OK， 来，哎、欸，能不能啊？行不行啊？我觉得这个有点难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先生。不好意思，没有，我想说，因为我其实在出通告，有人对，你知道你有看过星光大道吗？对，星光大道。哦，是哦，对，哥好像有看过。对，你有看，没有？因为我刚刚其实我在等经纪人，可是经纪人不懂他跑去哪里，问我想说跟你借个300块，问我想要搭个计程车，然后我再跟你留个电话。我跟你讲，好不好？借大概300块就太方便吗？啊，来加个 line 好吧，加个 line， 我们私底下加个 line， 没有人会知道。对，我们先加个 line， 然后我再还钱给你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谢谢你，真的有吗？那我现在因为想说要赶快钱包拿出来了吗？录影的要去录，借到了是不是？所以可能可以借个300。对，谢谢你。哇，有哎，我刚好忘记带钱，你刚好也忘记带钱吗？有吗？反正100张没差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可是你是肯借我的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他借到我们，肯借我的哈。你方便过来一下吗？我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。感觉是朋友。嘿，来这边，乖乖的一个人。我想帮我做个证人。哎，他怎么带过来了？所以你是肯借我的哈？哎，大家听到哈？威哥，我靠，我在那边看你。哎，他肯借的，只是他没有钱呢。好了，还算是有成功。对了，有成功了，算一半成功了。谢谢。OK， 支持车智力，谢谢。我现在就可以有打歌的机会了，谢谢你。志同道合，请多多支持。OK， 可以，谢谢。OK， 谢谢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这瞬间就是一个想着100张专辑，100张。你看有没有？哇！其实车智力，你不要看他唱歌很好听，对，深情，可他演戏那种搞笑的那种角色，他其实也蛮好笑的。那有一首歌，就是陈慧娴帮他写的一首抒情主打歌，对，这首歌叫做《我要你过得好》。我要你过得好，嗯，那这是用一种比较特别的行销的方式，除了正规的 MV 以外，他有客串一个 Top Ten。10个不好的，就是很烂的理由，就很烂的理由。哎、欸，这个我有兴趣听哎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们现在马上欢迎车智力带来最新主打歌。我要你过得好。你在夜里睡不着，电话那段傻笑又苦恼，我的心里多煎熬，却给不了你要的拥抱。等到太阳出来了，一切有理可被忘掉。
剩下的怀抱，剩下我烦恼。你不需要努力讨好来证明你对他的重要，你不需要每次争吵去换来他怜悯的嘲笑。如果想哭想要找个人打扰，别担心我烦恼。哦，漂亮哦。我要你过得好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副歌飙高音。你不需要努力讨好来证明你对他的重要，他的重要。也不需要每次争吵去换来他怜悯的嘲笑。如果想哭想要找个人打扰，别担心我烦恼，我要你过得好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哇，太深情了。如果你过得好，请记得让我知道。是的，如果现在的网友朋友，你如果正在看这个节目，如果你是王红的前前女朋友们，如果你过得好不好，可以 call in 进来让我们知道。希望你过得很好。我要你过得好，请记得让我知道。好了，今天谢谢车之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好不好？喜欢车之力，请关注他的脸书，请打车之力车子。Web TV 网罗大明星，我们下次见。Yeah. Yeah.